103题，我们这一题从中间的部分开始画啊。来，那我们这边呢，这个圆啊，它的直径是20啊，所以 CD 20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圆的直径是 D 60。好，那我们画一条垂直的建构线 XL V。通过中心点，好，那我们先画这个部分哈，这边距离是7，所以偏移 O 3.5 啊，七的一半，好，我们偏一边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然后呢，这边的圆啊的弧，它的半径是 1.5， 所以 C 啊 1.5， 好，然后这个弧通过这一点跟这一条相切，跟这个圆相切哈。所以我们这边用三点圆，好，然后呢 ，Ctrl 右键切这个圆 ，Ctrl 右键切这条线，然后通过这一点，好，那这时候呢，这个删掉哈，来 TR 修剪哈，我们用这个跟这个来修剪掉它，好，那这个部分呢可以先删掉哈，来我们做近色。好，用这个来做近色。好，然后呢，修剪 TR， 用这两条去修剪掉它，然后做环形哈。好 ，I 四个。好，然后做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做这个部分哈。来，这个部分呢，这个啊一样是 D 60。好，所以我们再画一次哈 ，C D。60，然后呢，这个弧，这个弧他们告诉我是 R10 哈，所以我们用切切半，好，切这一边，切这一边半径为10，好，然后呢，这边这个跟这个一样哈，然后这个是45度角哈，因为刚好一半啊，所以呢，这边你也可以看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这一条刚好通过这里，这里是45哈，所以这边。我们直接用近色啊，来 Enter， 以这个为起点哈，然后近色45度角，所以打小于用取代角度45。好，然后呢，随便点一下 Enter。好，然后 TR 修剪这一个跟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好，然后去修剪啊，来这里修掉，修掉，修掉，修掉哈。然后记得这边也要修哈，来 ，Enter， 好，然后这里删掉，好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这边告诉我偏移5啊，所以这边 O 5，好，往内偏5，好，然后这边告诉我它的半径是 37.5 哈，通过这一点，然后跟这边相切哈，所以这边 C。圆心这边画 37.5 的圆，好，然后呢，这边跟这个相切哈，所以这个往外偏 37.5， 所以这边用 O 37.5， 好 ，Enter， 好，然后 C 这边为圆心画 37.5 的圆，好，这两个可以删掉。然后这边一样做近色哈，来 Enter 起点，然后一样取代角度小于45度给它，好 Enter， 然后呢 TR 修剪，用这边来修剪掉哈，来这里修掉，这里修掉啊，这边还有这边要修哈，好 Enter 之后呢，做环形阵列哈，来这个地方。做环形，好 ，I 4，好，那这个就可以删掉了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，这个的，这个的直径是90哈，所以我们画一个 C D 90，然后呢，这个圆的直径是80啊，所以 C D 80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一样45度角啊，45度角线，所以我们画一条建构线给它 ，XL A
45度哈、哦，来通过圆心。好，来，那这边呢 ？C， 这边 D 10，再画一次 R 10哈、哦，然后这边 R 10，这边 D 10，好来。然后呢，这边是弧是半径25哈、哦，所以它切这个大圆跟这个小圆哈、哦，所以这边切半，切大圆，切小圆，半径25。好 ，TR 这两个做修剪。好，然后里面这个是 R15， 大圆跟小圆哈、哦、一样，切 R15， 所以 TR。这一个跟这一个修剪掉这个，好，然后呢 ，TR 用这一个去修剪掉这个跟这一个，好，那这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就可以删掉了。然后 TR 用这两个去修剪掉它啊，这个可以删掉。好，环形阵列这边选取之后，中心点在这里哈 ，I 八个。好，然后这边偏移呢，这边的距离是5、哦、所以偏移 O 5，好，1、2、3，好 ，TR 这三条去修剪啊、哦，修剪这一条就好了啊、哦，好，然后这两条可以删掉，好，一样环形阵列，好 ，I 八个。好，那这一题呢，基本上就完成到这边哈、哦。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焦点端点 A 到端焦点 B 距离哈、哦。来，这边 DI 端点 A A 在这里啊、哦。来，所以这边找端点 A 到焦点 D 啊、焦点 B 啊、哦、这里焦点 B 哈，这边要注意一下哈，这边有一个四分点，有一个焦点，然后找的是焦点哈。来，答案是 77.7072 啊。好，焦点 C 至中点 D， 焦点 C 来一样 DI 哈，焦点 C 到中点 D， D 在这里哈 ，D 找这边的中点来。找这边的终点啊，答案是 70.2442。好，区域一的周长为何哈？一这边，好，那所以这边呢，我们用那个 BO， 好，然后记得这边用面域啊，点选点的方式来点一下这里，好，然后我们用减去 SU， 外面这一个。Enter 减掉里面这一个，然后用 list list 这个物件啊 ，OK Enter， 所以周长是 780.4415， 啊，没错。来，区域 F 的面积这里啊，来这边，一样我们用 BO， 好 ，Enter 之后，点在这里 Enter 啊，所以。AA 面积加面积物件 O Enter 减面积物件 O， 好，答案是 2107.6383 好、哦、没错，好，来，然后呢弧 G 的中心点到弧 H 的中心点角度、哦、来这边打 DI，好，弧 G 这个啊，所以我们这里呢用 Ctrl 右键中心点，弧 G 是这一条。好 ，Ctrl 右键中心点，弧 H 是这一条。好，答案是这边，答案是331.0084。OK。好，那以上这边就是103题的部分。